各位小金粉，大家好，我是 KIN 阿金。好啦，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礼拜二有没有开什么新的车子啊？应该是有新的吧，对不对？应该没有像上次连续两三个礼拜给我偷懒，然后都没有新的东西可以看。我们现在就来给他开讲一下，然后看他到底出了什么新的东西。最后这个一般车，嗯，哎，一般车多了一台是不是？一二，威皮艾丽，威皮艾丽是新的吗？那这台一定要来买一下啦！啊，都给他买着去哦。威皮艾丽哦，欸，那我就先来改这一台啦。我们便宜的先来哦，有便宜的我们先改便宜的。一样是红色，超大尺寸，超级性感，超大马力，难以驾驭。这款车就是廉价避孕法和自慰式吉他。欸，这什么啦？这儿童不宜啊，这不能播啊。他在讲什么啊？美国婴儿潮的邪恶三大天王，但先别急着拿出你的旧外套，或是开启了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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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古盎然的褐色滤镜。然后呢，我们先警告你，这款老爷车开闪过许多驾驶的筋骨，那些人可比你更嬉皮更无味，完全听不懂他这一台车的这个介绍啊。老爷马是吗？好，给他买下去，台都应该送到位了吧？哦，就这两台，这两台，这一台是我们的野马，野马，野马。我们看一下这种美式肌肉车，哎，这台是美式肌肉车，没错啊，美式肌肉车。看一下它的外观，我坐上去看看，看它该不会给我分到那个经典老爷就求了。美式肌肉车啊，希望他能成为新一代美式肌肉车的霸主啊！好，我们先把这台车开去改吧。野马，野马，野马。Hello。好。护具，护具，护具，防御升级100%。刹车，赛车级刹车，前保险杆，彩绘柠檬印，看虽然看不出来是为什么是叫彩绘，应该是后面该不会有涂装吧？后面有涂装这个选项吗？有，所以那后面都一定要选彩绘啊，不然看不到涂装有没有？好，继续，引擎，引擎升级全满，排气管。哎呦，又来咯，原厂的。有人说按一下加速可以那个让烟不见，是不是？哦，真的哦。好，我们改这个逆天引擎盖排气管二。好，就这个了。喇叭，喇叭，喇叭。这个好了，小丑花车，车灯，大灯。差吗？那大灯看起来差不多啊。霓虹套件，前后左右全部。霓虹颜色不用。涂装哦，这个重点来啦，这个有得改啦。经典黑色双条纹，有吗？有经典吗？经典白色，然后八号经典竞速。七号比赛日，它是七有点被卡住了哦，那个图案。187复古威皮，九号地方尼尔，53号经典威皮，60号哦，它60在这边，1号直油，
好多号码哦。好啦，就187哦，187好像多了一点点。187买下去啊！这是什么复古威皮？就是你啊！防盗车牌，黑底黄花，配上 LKK 车牌，然后下一个分期，色调跟副色调。它这一种黄黄的，应该是配上红色，其实就很好看了。再看一下，说有没有其他颜色可以更搭更配，黑的也蛮好看的嘛，对不对？可我黑色的车子好像蛮多的，黑色是目前最搭的，我看看应该是黑色最搭，就黑色了，因为它毕竟浅色的条纹配上黑色的烤漆，才会有一个那种 view 啊，哦，这是一种配色学。防毁标记，哎，挡到187的不行，失败，这个防毁标记失败中的失败，他防毁标记都没办法自己移，说要在哪一个细节的位置，比如说我想要把它移到187的右边，他觉得他不行啊，有点可惜啊，对不对？格乐子还可以选那个图案啊。好，就这个了，决定就是它了。然后悬吊系统，给它最低就只能跑车骑啊，可惜哦，它的底盘真的很高哎，已经改到最低的，看起来还是很高哦。然后它没有侧裙那一些，变速箱给它改到全满，涡轮调节，车轮，轮框类型，轮框类型。那一定要选个美式肌肉车里面的轮框啊。那我这边来改一下，我觉得左轮不错啦，左轮啊，我会是从你们喜欢的，然后再挑一个我喜欢的，出去离开至地面出口，来喽，狠狠给他飙一下哈，飙着去。哦哟，哦，喷火，光那个喷火就赢一半了。喷呢？他前面那个雾灯可不可以开啊？哦，可以。哦，这一次有诚意啦。我最怕那个前面两颗那个雾灯有没有？不能开就尴尬啦，有没有？赢了，超大超亮白路灯，好像美式肌肉车加速就是这样而已啊，我已经感觉到它的一个笨重的性能，但是呢每一台美式肌肉车都差不多是这样种性能啊，包含最快的美式肌肉车是死亡公爵，也是这种感觉哦，然后弯性我想应该是初期的差吧，这边来一个小甩尾看看，哦吼吼，玩命关头七咧哦，有玩命关头的感觉哦，哦吼吼吼，不要这样子撞我吧，哇，这台玩甩尾其实才爽哎，这种美式肌肉车。花横向漂移啊，这一台应该不会跨到哪里去，我目前已经预估25秒差不多啦，对啦，你们其实你们也蛮专业的，猜久了有没有，看我直播看久了，你们自己都看得懂说这台秒数大概在几秒了，25啦，对不对？25了啦，这一台那还要看吗？对不对？哦，爽爽的，我们来把这个所有的引擎盖给它打开来看一下，载具，车门全开，引擎盖可不可以开？引擎盖不能开啊，我
想说看一下他这颗引擎的、啊，应该是不能开的。然后他后面有没有藏尸体？有吗？有吗？有看到尸体吗？没有。第一人称，那第一人称应该就是叫中规中矩木质纹的这个方向盘，然后双黄表。好，没了。然后一个很普通的皮椅，啊，非常粗糙的皮椅，大概是这样子而已。然后改这个引擎第一人称，完全看不到路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有人会改这种引擎吗？真搞笑。好，我们先来进行传说中啊。直线测试两公里赛道，我觉得它起步的那个顿感，跑到终点就差不多二五差不多啦，真的。然后看一下阿金会不会被打脸哦，是不是会跑到更快还是更慢？究竟哦，这台车。187以北七哦，这一台车可不可以拿到25秒的加机啊？我刚刚那个187就很想要笑，187内饰机油车，哇，超慢！哎、欸，超慢！26.9哎。超级慢呢、欸，我25真的是高估了，对啊，所以猜到22那个太扯啦，不可能22啦。哇，我高估了啊！对吼，当初死亡公爵好像也才25秒多而已啊，那我这一台怎么能猜25秒？啊，又没有死亡公爵这么快。我当初开死亡公爵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一台，死亡公爵就已经美式肌肉最快的车子了，那这一台排不上你。纯粹就是一台，你们说这还是什么老爷马的一个收藏而已啊！哦，老爷马。那我们针对这种阿星出来这种废车呢，我们一定要对他做一点教训啊！哦，烂车，哦，我准许你出烂车吗？啊，出烂车。来这边，敲下去啊！你怎么敲不到？太高哦，反过来敲。哦，给它破哦，破窗，太可恶啦！那你出什么烂车？这边还有个小三角窗，敲不到。哦、有啦哈。烂车啊！惩罚你一下哦，跑很慢，跑得很慢哦。187嘛，很秋的数字。太可恶了！然后你们说哪里潜水？不可能啊，怎么可能？这台防水，那我扣你。只是它引擎很高，它不会坏啦。不知道是要淹引擎还是淹排气管。它、啊、排气管，哎、欸，排气管不见了。哦，排气管在前面啊。哦，所以大家这还可以浅滩啊，浅滩没问题啦，真的啦，真的。哦，对，你们不相信哦、喔，浅滩 OK 的。哦，浅滩要到了啊。哦，来不及刹车，哎、欸，被骗。哦、是不是可以啦？那引擎排气管故意改这样，就是为了要这个、啊。你看、哦，走这边，哦吼 ，OK 的。哎、欸，快开不动，快开不动！哦呦，危险！哦，想干嘛？要骗我？哎、欸，走更深的地方。嘿、欸、嘿。哎、欸，这算可以潜很深的啦！这一堆车这样子走，早就死掉了。这很深哎、欸，
很深哎、欸。然后走，直接给他切过去，过去，过去。哦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真的可以潜啊！过去，不要停下来，停下来就死了。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可以潜水啊，浅滩的可以啦。哦吼，超危险！哎、欸、哎。欸坏掉！你给我坏掉！你坏掉个屁呀、啊！我花钱把你保回来、欸，你在车库里面当个装饰也好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就给他用力按到1000个喜欢。然后想要看我更多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